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小油料。提起杨丽萍，想必很多人都熟悉。杨丽萍从小就爱舞蹈，为了跳舞她吃了很多苦。当年一首《车之灵》令她在众多舞者中脱颖而出，从此杨丽萍更加坚定自己舞蹈生涯。对待舞蹈她是一丝不苟，也只有舞蹈才能让她的情绪出现波动。为了达到逼真的效果，杨丽萍甚至对服装也是别具匠心，选择把彩绘画在身上。当看到化妆师一点点地把颜色覆盖在杨丽萍的身上，现在众人面前的孔雀女王，网友都纷纷不淡定了。有网友表示，对舞蹈艺术有着这么高要求的，除了杨丽萍再无第二人了。看到孔雀舞羽毛在她身上随着她的动作展现的效果，网友纷纷感叹，她就是为孔雀舞而生存的。纤瘦的身体看起来是那么的有女王范，难怪能获得如此高的赞誉。对此你怎么看？下来讨论下。